师尊开示，早上念六遍《南无高王观世音经》，全身清净。请问菩萨如何放光加持？264文集当中的《梦中梦》里面是菩萨天心放光，是否观想菩萨天心放光照射我们六个部位？这个法需要灌顶吗？这个高王观世音菩萨是这样子回答的：不只是天心能放光，高王观世音全身都能够放光。那你六个部位都有光，都能够放光，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六个部位都能够放光照的。所以呢，你身上的六个部位都有光，高王观世音菩萨任何一个光来照你，这个法是需要灌顶的啊。这个念六遍的《南无高王观世音经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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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念六遍，观世音菩萨任何一个部位放光都可以照你六处。